真的是来的。他的东西哦，是真的是让我很想做，是因为我说啊，你这样子你也能够做。那、啊、雕这个东西，学校每个学校都有雷雕机啊。啊，我们又会学，大家不是都有学向量纸的制作？我的工作是因为有说跟他沾上边，是因为我是做广告印刷，所以我们常常要帮他可以做手拿板，所以我常常要做多少几何图形的形状。我们常常看那个什么什么社群大融合什么什么好、哦、什么美好，大家不是拿那个手板吗？我在入股的工作就常常做这种手板，母亲节要做。